会。真的吗？好，这一堂课好像要跟我怎么睡觉，哦，而且很有趣。等一下可能要借各位的笔跟纸，稍微跟各位让自己分析一下。这堂课探索自己，了解自己，发现更美好的自己。其实，然后觉得这堂课是用来渡人的，不管用在读经班，用在原始经，用在平常，你要渡同事、渡同学、渡家人、渡朋友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很方便。这是后学的姐姐刚刚都有看过的，那么呢，后学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们右上方是因为后学在推动古籍，然后呢，参加选手古籍的备考，那我们每一年大概都100多位去参加备考，所以呢，有机会刚好有这个幸运，去年3月11号的时候，到总统府跟马总统合照，他本来今年也要去，但是呢，因为换了总统就。对，因缘不成熟，所以今年就取消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到总统府去。那么，左上，这是我去年9月28的时候到孟子书院去，我们在那边把我们的摩登摆在孟子书院里面。那这位，我去参加这位是大陆，孟小龙，是孟子的后裔，女生，她也在推动这个传统文化。那么，不好意思，要不要按到？来，然后左下角这是或者去年在台南大学班级经理王彩桂教授也来。那么右下方这张是候选出的一本书，今年3月的这本书。今年会跟各位稍微简介一下，因为这本书是对外的，但是里面后面都有提到开智慧，然后也几乎候选的书大概一半以上都是在各大道场。候选不是在卖这本书，但是是用这本书的方法去跟各位分享，真的渡人很方便。后学真的都是在当众送的贵人，等一下会让各位来跟各位来分享。好，后学的外号叫仙姑。好了，我先说，有没有人问他哪里仙女啊？抹拉拉吗？好，为什么叫仙姑呢？因为后学在上午也有提到，我们不是办读经班，我们也可以用原始点嘛，老吾老以及人之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学之后就到屏东。屏边的那个活动中心，我们去广播，帮他们做这个，他其实是渡人啊。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学的任何一种方法，任何一种可以渡人的方式，我们都要去尝试，都要去做，而且效果非常好，甚至我们都可以结合在一起。那么呢，我们去那边做义诊，那当然在义诊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表单让他去写嘛，姓名、电话、住址，哪边有什么问题呀？简单问一下。那么给你的心尊哈，后续就帮他们算一下这个生命命数，然后算的时候呢，各位不是这两个年轻人身体有问题啊，我们知道哈，那些是有什么原因哈，事实上50肩，其实就不是50岁才50肩，常常一些职业伤害就会举不起来啊，哪边不舒服啊，然后呢是他的妈妈，来要让我们来帮他做原始点。那么我后续帮他妈妈算，算我妈妈觉得很准，所以就叫他儿子跟媳妇来帮他算。但重点不是在这里，年轻人，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个阿伯？什么叫很强有人？阿伯的音量好听啊，你知道？然后后续帮这两位算完之后呢，他就过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安排快了。等一下，好，有没有这个阿伯？有没有在这里？算完之后，阿猫可以跟听不到呀，男生，可以呀，可以呀，所以呢，太太在后面这位，太太也来，两个女儿都来，那一个儿子都没有，刚好不在，后续帮他算，算一算呢，后续印象很深算他的太太，他们太太后天数哦，等一下会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后天数是358，就是9个数字哈，里面358后天数，我说这位大姐，你的这个。你们家应该都是你在做主吧？你安嘛，你敢去你安，但其实他就不敢坐下他说，我当时都会镇住，他讲得很准，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我过去举个简单的例子而已真的，你就是你可以去了解自己，也可以了解对方，了解很多人当然人家都不会怕我，因为我都知道人家的事情你不是知道，是了解他的特质，包括我们的孩子。所以这个部分用在读经班，用在大人身上，真的非常的好用。然后呢，讲完之后，哇，看众生的贵人，来，我们看看。那么呢，
不小心加到了，因为同学不知道哈，然后他就来跟同学私讯哈，跟同学一起那个什么奇奇怪怪聊天一下这样子，那么同学就去看他的出生日期，那脸书上面都有几年几月出生啊，同学先帮他算一下，啊，算完对，这个我不太会啊，啊，算完之后呢，他1979年1111非常多，一代表个性。一非常多，二且有三角形很多。那我就帮他算完之后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问他说你的 FB 上面是正确的吗？他说正确。然后就跟他说，哇、哦，你这个人主观意识非常强，一有四个圈，两个三角形，主观意识非常非常强。而且呢，你二带有三角形的话，不是孤僻就是闷骚，好，而且这个很固执。那么258是不阴线的命，这一个数字有的话，就是会比较晚婚。等等，后学大家就这样跟他讲一下故事。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主观意识强啊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不过你讲我孤僻是有一点啊。”对啊，好、哦，等等，各个报告哦，一很多的人哦，主观意识强的人，他不会说我没有，哦，他不会承认我主观意识强，各位知道吗？一点标签，主观意识都有啦，所以哎，我老板，我老板，那平常呢？常常帮很多夫妻，我说你们夫妻一起算哈，一起帮你们看哪边要大家互补一下啊，好，互相体谅一下啊，好、哦。比如说我算到一个太太，我说哦，你这个不是很懒惰，就很爱睡觉啊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先生在旁边说，呜，你的小孩啊，有时候是当局者迷嘛，对不对？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哈。哎、哦，所以其实你学会这个的话，跟人结善是很好的一个方法，而且拉近跟人的距离。可以当正式的贵人，真的很好贵人，而且你的运会超好的。然后你跟他讲完之后，然后隔没多久后选，后选在脸书的那个粉丝专页办了一个抽奖活动啊，因为后选在半年就在1000本书就卖完了，只在 FB 卖哦，后选没有在书籍这样推销，是因为真的很受用啊。然后呢，他看了直播之后呢，又跟我们私讯说，哇，你声音，你声音很好听哎，我说真的吗？谢谢。他表示不相信啊，他说你讲都不准，我都没有这样子。我说其实我的书的卖方他们很多、哦、你也可以买回去看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只看专业的书，这个书我不看。我说那没有关系，我就随缘嘛哈、哦。他说他不相信啊。哦、我刚说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我是就你特质去跟你做分析，我不会算命。哦、他一直说我会算命，我说我没有，所以他刚说不准对不对？其实他主观意识强，他是不承认，但是他是默认。好、哦，各位这样知道哈、哦。然后呢？他就是不会透明，我说我不会透明，我只是请客人去帮你做分析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只不予关心那次，他说不相信，又问我说隔两天又私讯说，请问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最近运势如何？所以又帮我，你又买书，我不跟你咨询，当然是没有啦，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参考值，一个经验值、统计值的一个分析，但是对我们来渡人的一个工具很有效。渡人的方法非常的受用，好，各位，相信你，愿意相信你就有力量，你就充满正能量在身上。另外，后选相信后选是幸福，好、哦，我相信我就充满这个正能量。怎么说呢？后选在推动原始点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我们如果照，我们这边有学过原始点吗？有吗？好、哦，照汉医师就知道。那么去年12月的时候，好、哦，后选刚很幸运哈、哦，在这个麻豆真理大学，那刚好办了。做他后学去当主持人嘛，那很近距离跟张超医师在他旁边，那么他现场通常他会，因为如果你身上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他现场帮你做帮你处理就对了。那么刚好那天张医师来的时候，刚好有个太太，老太太70几岁摔倒，然后我就帮他走路，好，那么呢，请他告被张医师看到，因为后学在前台，所以后学不知道。那张医师说，请张太太上来。志工背着那个70几岁老太太从台下走到台上，各位膝盖痛到不没有办法走路。我看看张医师怎么变魔术嘛？因为平常都是只有在电脑上面看到他嘛。那么呢，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张太太跟他说，他痛到膝盖痛到不能走路。好，诊疗床铺上来，他趴上去。各位膝盖痛不是按膝盖，好是按头部原始点。好，张医师帮他按的时候，也是。疑惑，知道吗？说真的有这么神吗？得行得行吗？哪有那么厉害的、哦、我们会怀疑嘛。虽然说我们在推动，就是说临床经验有，但是马上可以走路的候选当然是会质疑的。他帮他做原
流行病的时候，各位老人家要很轻啊，老人家怕痛啊，啊轻轻，这很轻，帮他做，但是呢，那个老太太还要去包厢，哦，或者叫得很大声啊，因为问他说哪边哪一个点比较痛，啊、哦，各位，神奇的事情来了，不到三分钟，他服务员是可以帮他揉一揉，揉得很轻，揉完他说来你起来，我就帮他，而且坐在那个整个后面是趴着嘛，坐着。那大力士请他直接在台上起来走路，我觉得那他该不是背上来的，他马上走路吧？那我就要扶他，站着不用，让他自己走。各位真的站起来自己走，然后走完之后自己走，就请他自己走下去了，我走到台下去，但旁边有师傅稍微帮他牵着他的手，刚刚是背上来的，现在是走下去了。我说哇，张力士这么厉害，所以各位。后学相信自己先不是先不好，那么我们学会了之后呢，通道是先不先女，年轻的叫仙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男生是先什么？有人说我是先好，怎么行呢？好，那老的先翁也可以，好，可以帮助人家就好了。好，那么相信就充满正能量，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的光、王母的光、仙佛的光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，变成我们身上的光，有没有？有、哦，你有这个信心去做，上天就会怎么样帮助光在每个人的身上。注意，先锋会加给加智慧。我们带着上帝、引领上帝、老母的力量去完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愿力。接下来去做行动化，你就拥有不可思议的大力量。愿意去做，上天绝对会帮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天使，叫贵人，对不对？上帝借由我们带给人们更多希望跟光明，最后任何方法我们都是要渡人正的话得到，只要你愿意相信就能改变，就能够实现。当上帝牵着你的手的时候，你还担心自己没有能量吗？如果你现在觉得你能量不足，表示你对上帝没有信心，你对老公、对弟兄、先生、对自己都没有信心。有信心的人是充满正能量。后面到学校去，他们那些学弟学妹都很喜欢跟同学在一起，因为他觉得仙姑身上充满正能量，好，很喜欢跟同学拥抱，好，说啊，能量很强。你听完这一堂课，我说是啊，我们修道就是要修到整个能量都很强啊，大家都很喜欢接近我们。那哪修道不会赶快在平衡，就要挺好。我们看到仙佛，然后会想跟仙佛接近。那如果人家看到我们趋之而，对不对？哦，唯恐不及，避之不及，那我们就是要检讨一下。不用担心，上帝牵着我的手，绝对会有能量。你不当众生的贵人，就当另外一个贵人，知道吗？跪在那边求人家求仙佛，那你是要当贵人，还是另外一个贵人？就看我们自己。好，那么或许在网络这边卖书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很多人啊。这一位，他也在 FB 交到朋友，然后自己来跟后续认识，买了两本书，那么就请后续帮他算啊。那其实。最主要目的是要做什么？各位，他的名字哈，本名叫郑淑美，后来几年前全家去改名字，改成严正廷哈。我说，你是后来改名字在冠福系？他说，对，这个名字听着有点怪怪的哈。他说，心理学帮我算一下哈，看怎么样。我说，其实你原先的名字是比较好吧，哦，各方面算起会比较 OK 啊。我说，我觉得认识很多叫淑美的，陈淑美、郑淑美什么淑美的都叫。都当那个老板娘，钱都很多，都不用担心，所以就不用改。所以淑美菜奇也蛮好，但是真的后学认识的都很好命。其实他是当向后学大多去，因为他去问了神明，神明又跟他说你原先的名字比较好，这个名字不好。那是后学跟他讲的时候，他才跟后学讲。所以呢，后学要用他来求道，在线上跟他沟通沟通，后来等了80天才来求道，为什么？本来要来求教的时候，刚好他爸爸膀胱癌，结果呢，因缘一错过，人生就差很多。他爸爸本来要来求，哎，爸爸膀胱癌，老师说啊，这机会给来，对不对？哪里有困难先，直接来恭喜恭上他们家，哦，所以就跟他爸爸要一起来求道，妹妹也要来。结果本来已经讲好了，那已经错过一两次机会了，第三次要来的时候已经讲好了，结果后来又没有，为什么？爸爸就说他不要，不相信，不要，真的那么好吗？结果呢，本来医生检查，第二次再跟他那个刮光的那个膀胱的那个去检查，已经跟他说，你这个
不用全部拿掉，膀胱不用全部切除。结果爸爸说不来求道之后，不来开智慧之后，两天后医生莫名其妙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要赶快来住院来开刀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一个姻缘错过哦。”他就做安非刀，爸爸就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，然后去照顾。那之后才在八十天后，他才来求道。所以呢，一个姻缘错过，你看整个这个人生就不一样。这个困难太快了哈。就这位。啊，这位郑淑美哈，我那一天在嘉义的中医博院讲的课，也像这样子听的课啊，好，后学结束马上开到 RN 去，好，因为他是在 RN， 他就去那边的佛堂就近去求道，将爱跟光传递给对方。后学我当心理老师，尤其在脸书哈询问的很多啊，等一下会给各位来看几个例子，要渡人正确认。任何方法、任何时间，在网络上也都可以渡人啊，无远不见哈。好，各位啊，这边好像没有黑板，没有办法帮各位那个现场示范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时间也不够多，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哈。等一下会教给各位的哈，如何认识自己哈。等一下会数字当中会有圈的，我们先看下一个，先让各位看一下。那这边没有数字，没办法。没关系啦，等一下让各位先看一下，如果有圈的话，我们的用西月的出生年月日相算，西月，哦，比如说你是65年次，你就加1911，就1976年，生日上面几月几号，出生年月日用圈圈代表先天数，我们的出生年月就是你前辈子有修过的学分，那么呢，你把那些数字加总起来之后，会产生。两个数字叫什么？用三角形代表叫后天数，就是前辈子可以当掉的学分。那么呢，之后会得到一个主命数哈，当一个数字，那个叫主命数用正方形代表是主凶。好，那所有数字当中，如果都是圈的话是正能量，两个圈圈是双倍能量，两个以内是正常，超过三个叫异常能量，多过于不及都不是中庸之道。那有些数字没有的叫隐藏的数字，我们缺乏特质可以选凶。选修这些课程来补我不足的地方，等一下再说明哈，最简单的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学这个生命力数？哦，来了吗？来了，这个马上就来了。好，为什么要学生命力数呢？各位，知天命，你的先天数对不对？你要知道哦，我们先天带什么特质，转宿命障碍，我的特质是哪些？我的个性有什么障碍？当你的特质是什么？主命数、表里使命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再跟各位那个现场示范哈，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哈，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受到生理因素、家庭因素、文化规范等等交互作用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。所以我们的中哈语创模式哈，来哪四个？第一个左上，自己知道，别人也知道，这个叫标准字。比如说，我看你是女生嘛，我不是男的啦。我写不一定哈，好，表里一致就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清，有没有？一看我就是女生啊，我身高啊，大概是国外第160几公分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女生，别人知道，自己也知道，这个是大概都看得到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隐藏的我就是自己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比如说我的童年被我爸爸打过，我被我妈妈打过，或者我怎么样，没有人知道秘密。当局者清，旁观者明。这叫隐藏的自己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叫盲目的我，自己不知道，别人知道。比如说，你的先生每天弄出门之前穿鞋子，他都从左脚先穿，再穿右脚。我没有在注意自己穿哪只脚先穿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观察，哎，你每天起来要出门都是左脚先穿，再穿右脚，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去观察，别人知道，自己没有发现的，啊，这个叫盲目的我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要帮助个人是潜能的我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也不知道的那个部分。尤其我们2000年以后出生的小孩，他们数字特质很少，我们要帮助他开发他的潜能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潜能。或许是因为写这本书才发现自己的潜能真的无穷，哦，智慧也是一样是无穷的。看我们有没有懂得去把它运用出来，这叫中哈遗传模式。好，来。按太快，好，刚说的就是，比如说，我先举例子，我再帮各位做示范。好，比如说这淑芬，她出生日期是民国60年9月3号，
七元六，要加一九一一嘛，一九七一零九零三。好，那么我们将一九七一零九零三全部加总起来，一加九加七加一加零加九加零加三，这边八个数字加起来总共是三。这个就是我们刚说过，这个叫先天数，就是你的先天的命数，加总起来是三十，对不对？这个三十就是三跟零，就是后天障碍你的数字，就是你后天要去修的，就是前辈子被断掉学的啦。好，这辈子要补修。那这个主命数是三，就是三加零等于三，好，是这样子来的。那么这些数字叫我们的排列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。该画圈圈的我们就画圈圈，该画三角形，该画正方形的我们都画。好，一九七零啊，零一零零三，对不对？好，三零，主命数是三，我们就画。那当然有一些人啊，他的这个数字会更多哦。那我们看下一页来，这个他的数字加起来是28，二加八等于多少？十。那十的话，一加零等于一，最后面这个主命数一定要是单个数字哦。刚刚这个叫单层后天数，一般大概就是后天障碍的就两个特质而已，是我们被当掉学分比较少。那么现在有蛮多像这样子，他被当掉学分有四个，就经常是毛贪婪哈，为了这一辈子障碍比较多一点，四个被障碍的数字。那么接下来你就来现场示范一下，好，请问哪一位要来示范零一的啊？你不嫌你的年纪被人家知道的？等一下，那成长是你们指定一下，我们要做坏人。先举的是哪位？啊，这位吗？好，一九几一年出生？1972，1223。1224，不给给我，因为我也把身份证号算上去，哦，两个小时相乘，不用身份证英文数字后面就好。707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加一加九，19 20 28 28对吧？帮忙算一下，是吗？28对哈，我们刚说过28。二加八等于多少？十，对不对？一加零等于一。好，那这边数字是多少？是吗？对吗？三四。好，我开始画圈圈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没有笔跟纸可以画你自己的哈。来，上面我们刚说过先天数画圈圈，对不对？好，一、九、七、二、一、二、二、四，然后这边我用三角形去做代表，好，这个方法三角形，然后这个是正方形，好，二、八、一、零，主命数是一嘛，用这个绿色的，好。这个是先天数，这个是障碍它的数字，这个它主命数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看看有画圈跟三角形的，如果这些有，就可以画连线。好，等一下让各位看，每一个连线它代表的不一样。好像一四七有没有？有吧？一四七，七八九有吧？七八九，然后写的四八二四二六这都可以哦。零的话，它只能跟1590合在一起，或3690，好，八也不可以，好，四八有吗？四八也有，其他的24，好，24也有，对，然后注意看，好，所以呢，它的主命数有147，然后24、48，好，等一下会给各位看明星的那个意涵是什么。最好最长是七八九，七八九，然后这个数字呢，身份证字号跟我们的出生年月日，它跟着我们一辈子。那有的会说，他会绑凤凰套啊，对吗？各位老人家绑凤凰套没有关系，为什么你父母会选择在这一天去帮你绑凤凰？表示你跟这一天是有缘分的，因为
跟着你一辈子嘛，名字可能或许可以改一次两次，但是你的身份证这个出生年月日一辈子都不能换的，除非啦哈，是或怎么样才能够去申请。好、哦，他跟着我一辈子，两个同意书相辅相成。好，先帮各位解，跟这位浅显解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，通常2810有这个数字的人呢，感情名字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如果没有，我先或许先解的是没有修行的人啦、啊。好、哦，那如果有修行的话，世间有两种人算是不足的，第一个是不相信的人，第二个是有修行的人。有修行的话，你就不会落入这个当中，你会去把负面的转成正向的，所有后天这个障碍呢，你都可以把它转成正向的。好，我们再解释147，如果它都是缺缺的话，正向的叫做物质利禄线。好，但是如果带有三角形，就是稍微倒落一点点啦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位怎么修？姓什么？叶兄吗？好，叶兄哈。夜修的话，你带有三角形的话，其实是比较辛苦一点嘛，哈、哦。谈几天，你看有多少钱呀？自己赚的钱花的不多哈，自己花的不多。那么呢，我们先讲哈、哦，八有三角形。不好意思，我讲是修行前哈，夜修课时候，我们比赛也够值。这个哈、哦，有一点点，就是说，他个性上比较霸道一点点，你知道吗？每当和我有住，为什么他？我说修行且不是现在啊，哈，哎，你不能在外面让他没有面子啊，他所爱这些你，但是呢，拢做袂好势啊，哪无收得啦，哈，好，我就讲哈，做什么都不会成功，很喜欢当老板，很喜欢做生意，做不成功，好，做爱者他做袂好势，七八九叫做权贵线，但是一旦有三角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啊，好，贵人也很好，七代表贵人，那么二四的话。如果都是缺缺叫做亏欠，带有三角形叫做那个伪障线，不是伪障线就是小聪明啊。好，我们也很聪明。四八的话都是缺缺叫努力线，带有三角叫焦虑线。因为你的二，其实我们验收人缘很好，当然极客啦。好，但是你带有三角形，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孤僻一点点，没有人知道的时候，其实你内心有时候有一点孤僻。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个性，导致你。时候会容易做事情达不到你的要自己的标准，自己的要求，你就稍微焦虑一些些啦、啊。跟你的这位或谁去带，比较容易产生焦虑的这些的症状。那么你的主修是一的话，就是说个性上面可能要去做调整。那么呢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说159也叫修行线。那么夜修你的五没有，表示夜修这个人做事情没有三分钟热度，跟候选一样，候选五也没有。说话就贼，但是呢，被整形没有三分钟热度，很容易半途而废。那要改进的地方，你就是要把你这个补起来哦。因为包括159叫事业线，一开头五中途九是结束，159事业线中途没有，就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的做任何事业事情的时候，你到中途的时候遇到瓶颈，就半途而废，扔掉工作就算了啦。不要做了，干嘛那么辛苦那么累，就比较容易会这样子，事业就会遇到问题，变得放弃啊。所以你要把补起来，这个补要补起来，补了之后，你就做事情的时候从一而终，就有这个休息线。那么呢，就是暂时先跟你解释到这边。那么来接下来身份证字号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你的数字当中有超过三个。身份证字号是特别潜藏特质，那么夜修比较没有潜，它潜藏特质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哈。为什么有两个主命数？第一个你要修你的个性，第二个七代表专业，代表贵人。如果你事业要做大哈，你的专业要加强。那相对的七也代表贵人，你要去当众生的贵人，属下被孙，年轻被孙，不离被孙，你要去当众生的贵人。第一个改个性。第二个专业加强，贵人要做好，三四七七代表贵人，好、哦，所以半途而废的个性要改掉了、哦、我们修行的路才会顺。好、哦，半途而像候选人很容易半途而废，那我觉得逼自己在期限内要把这件事情做完，好、哦，就让自己你要很容易就磨三分钟热度的，赶快就修啊，要
读英文读了两天，对不对？又休息十天，后又开读，要知道自己的障碍、自己的地方在哪里，你才能够做改变。啊，你的好人缘非常好，那你集合，但是你的桃花也很多，你哭吧，哇，我桃花，各位。如果结了婚之后呢，桃花要用在渡人上面，不能做生意，这两个障碍成为，要嘛，对不对？渡人要不要好桃花，就是人缘好嘛，你才能够去渡到很多的人。好、哦，你在夜宵还没住呢，我住马爱公住他的神宫里住，啊，这是修行前的啦哈、哦，我们修行后就不落入这当中的啦。好嘞，因为后期后学时间不是很多，所以再快一点。来，这个一号，我们刚刚说过，如果你的数字主命数是一的话，一代表个性。如果这一个圈圈就是比较没有主见，那两个圈圈稍有主见。三个的话呢，主观意识强。如果五有一个圈子大的，那就当女人。刚刚夜凶是不是没有？如果夜凶五有的话，他就是大男人；但夜凶没有，他不是大男人。哦，个性算是不错了哈、哦，只是一。个性稍微调整一下就好，主观意识也是有点强啊，但是就稍微调整一下，修道调整一下就没问题。啊，那么带有三角形的话，领导上面会比较啊容易有障碍。讲论我讲言哈，像叶修的个性哈，他主面数是一的话哈，讲论我讲言，哦，所以要把叶修和乐姐哈配两集课，讲论我讲言，啊后面要再来讲再来讲这样子哈，这是针对一的人啊，个性一的。那么呢，适合当领导者主管发明家，适合的是红色。为什么红色？对，之前在推动美食节的时候，那么也看到我夫妻一起来学，那么那个美女哈，那先生说啊，真的是会帮那先生算一下，想要渡他嘛，说哦，帮他算了之后呢，说哦，我就印象他是红色。我说哦，先生你的那个主面数是一，所以呢你适合的是红色。本来他先生是这样。他不会笑得很酷的哈，我就觉得你主命数是一，适合的是红色。天啊，红色，你知道他多兴奋吗？他马上跑过来，他说：“哟，我的你给我求点安心，我没事，我得适合红色。”哦，就找到一个知音跟他说他适合的是红色，哦，他就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主命是什么？他会买，还是买？不是因为他在反对他就不买，他还是买红色啊、哦，所以适合是红色，可以穿红色的内裤。前面加一个 S， 超人。好、哦，没有啦，不是打白会，是开玩笑的。红色只是增强我们的能量，好、哦、像太阳一样，照到哪里哪里一样。好、哦，要当一个带头者，领头者是一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你都看下这个例子，这两位。因为这是各自方说的，把他们出生日期的数字稍微调一下，好、哦、调一下，不然这个讲出去的话有各自的问题。来，两位哦，你看是不是个性都很像？有没有？都是主命数是一，然后身份证上是六，都三三六，二八一零一三三六。然后左边这位呢，三有三个三角形同学，各位，他们两个的出生年月日相的话，代表口才，其实口才都算是还可以啦，哈、哦，还不错。哦，个性也不错，但是呢，我们说三角形就是负面的，负面的就是说三三六的宫，一男更没有在接触哦，宫门就定住哪一个单哦。如果三三六的人，他讲话就非常直，不留情面的啦，你的手上那个肯定够皮的掉哦。一个三角形就很严重，还两个哦，得罪他就什么都跟你讲哦，一边咕咕咕咕在边舔油为止。那么后来。后来发现哦，他还是不一样。好，来看看他三有三个，圈圈三角形。那么他呢是七有四个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们就是要当一嘛，修改个性。第二个没有代表自宫，你们就是在道场嘛，就是讲师嘛，你们本来就是要去哦为众生去付出，去当自宫。他们也是非常都在国际帮忙的哦。那么这一位呢，他是七有四个圈。我说那你的身份证，你的出生年月没有七，没有贵人，但是。你的身份证正好有四个，表示你在途经这个区块或者事业这个区块，你要去注重这一部分去加强，而且你在办途经班办自学的，你要去把当学生家长贵人去度化他们。有趣的是，他们两个名字各位的共字。那么后来我去做一个调查，请问
我们这些钱当中名字有没有后字的？啊？没有吗？都没有。如果有后字，请他们算一下，他们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当中算起来的，不是1590就是3690，或者是6，一定都有圈圈，就是一定会走休闲路线，而且很喜欢打字工。我算过所有有凤字，陈美凤什么凤的哈，你跟他算他的出生年月日，绝对会有6，天生就是在帮人家服务的，当字工的，不是1590就是3690，就是6一定有数字。我们现场没有，如果你朋友有，你帮他算一下，绝对绝对都有这个6哈，名字上绝对会有。那个个性要改，要修他的口，我修他的人讲话没再秀白一点哦。好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或许算了10个里面有7个3都有三角形。好，那怎么办？画到主君先想一下，然后先想想出来，这样会不会伤到人家？好，那你跟修路远远哦，不是修来啦哈。所以呢，跟各位讲讲一个小故事哈。有一只燕子在北方很冷，天气很冷，就被冻僵了哈，就快死掉了，冻僵就掉下来。然后掉下来掉到草坪上时，刚好一匹马过去拉了一坨屎，盖在他的身上。忽然被吸引了，那个大便是什么？热的嘛，就好温暖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就温度恢复了，就滋滋啊，很开心，一直叫一直叫。各位，当他在叫的时候呢，就引来了一只什么猫儿，猫儿就去从他把他从那个粪坑的粪堆里面把他抓出来，把他吃掉。各位知道猫会吃小鸟吗？会哦。以前我们公司的那个绿秀，那个绿秀园哈，那个鸟窝小小的，我想哇，那个绿秀很漂亮哈，我们隔没几天怎么不见了？被猫吃掉，因为后学发现那个翅膀跟那个鸟嘴吃不下去的，掉在地上，哦，被吃掉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不是每个在你身上扎死的都是你的敌人，不是每个蚂蚁从死堆中拉出来的都是你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什么？无论你身陷困境，还是从失意变成得意，即使你都陷入深深的死堆、深深的死堆当中，此时一定不能忘记闭上你的什么鸟嘴，对不对？画龙点睛。好，所以各位讲话要讲。对的地方，哦，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不如话好，讲在对的地方最重要的。适当时机讲适当的话，这个就是艺术，就是可以带给人家正向能量的，而不是害人家的负能量的。好，接下来按太快，好，二的话代表感情，也代表事业的伙伴。我们就是每个数字它都会有不同的面向，可用在生意方面，或用在个性方面，或用在家庭方面，它有这几种的面向。二一个圈，人际互动 ，OK 就普通啦哈。两个，哎，人际关系很和谐，好。三个以上，桃花开奖。所以刚刚叶兄有三个，对不对？又带有三角形哈，这个桃花稍微强了一些哈，但是我们自己会自动去断掉哈，不好的桃花。好，来，只要不管几个圈带有三角形，他就是不会去选择朋友，不会滥交朋友。所以叶兄他朋友虽然很多，但是他心中有一把尺，也得了解。这个哪一个大概是我的真心朋友？他自己心里有把尺哈，啊，会去做筛选。如果都是三角形的话，孤僻或者是闷骚。那如果两个三角形的话，比较容易为情所困，比较执着。生意上面带有三角形不适合合伙，啊。那如果都是缺的话呢，就是你要注意带有三角形注意烂桃花。有缺的人适合做生意，跟人家合伙做生意。没有缺的人，有三角形的人不要做生意。二的话就是记者啊，分析师适合的是橘色。那我们看看这个例子，这位呢很可爱，不是他给我买书，是他妈妈给我买书哦。那他就说，哎，陈讲师先生可以帮我算一下，我妈说呢，我最近要开店哦，我要开公司，帮我算一下是什么颜色。说好，帮我算了之后，我说哇，你的那个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证上都是二，而且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特质太鲜明了哈。我说呢，第一个你的个性一，身份证一有四个圈跟三角形啊，一二三四，我说这个个性不太好。二呢，你看出生年月日，二就有几个，三个圈，一个三角形。后天的身份证号也是三个，很多。我说你桃花太强，不过他很早婚啊。我说你桃花太强了哈。我说可能不会啊，我结婚了，我现在不会了。好，我说好，没有关系，你要把它用在对的上面。哦，
或者做生意方面很好。那我说你适合的是橘色，他说哦，橘色好，这我知道了。隔没多久了，他真的就传给我看他公司的照片，哦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没来，橘色，很好，他在做货柜的生意，我觉得知道好橘色，啊，拍拍给后续看了哈。我说哎，也是橘色没有错，但是应该也不会全部都橘色，这是色彩会一下呢？有。我表姐要帮我彩绘啊！你表姐是学彩绘的，对呀、啊，指甲彩绘，很好。他没穿越化学课是长什么样子啊？不要执着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只是增强的能量，不要去执着。好，接下来三的话代表口才，适合的是黄色哈。口才一个圈就是说话蛮得体的，也不错。两个圈呢就靠口，不好意思，字打错哦，靠嘴巴吃饭。口才很好，三个以上我们刚说过，两个缺以内是正常，超过三个就太 over 了，那时候敲鬼啊，能量太强了哈，就会比较言过于实。那如果带有三角形的话，就是急性子、心直口快，有正义感、仗义直言，但是你有正义感就很容易伤了人家，然后人家不听你的话，你就很生气，很生气又伤了自己，对不对？很多忧郁症的人都是带有三角形，书上会有写哈，所以我们。知道自己的这个特质的话，负面的特质，你要去把它做调整。啊，适合当讲师啊、业务啊、立法委员啊。啊这个议员、立法委员的话，真的不能相信了。或者相信他们的那个圈子不太多。我没有那个买票，如果买票的话，我全家死光光。奇怪，你只有买票，为什么要全家死光光？他会跟你讲一句话，因为全家就是，结果没关系。好，所以你知道哈，这真我好不喜。适合的就是这个口才，好，那你要画到这边要留三分，好，想一想，三角形，来看看这个例子，这样说的速度会太快吗？还好啦，因为东西比较多，说讲快一点，好。这位是一位教授，那么你看他的主页数是七跟三，我说哇，教授你七，我刚一直说专业跟贵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说你的主页数是七，你有你的专业，那你要当众生的贵人。那么呢，你的身份证号是三，三的话，主页数三的代表大方义，就说你要善用你的口去利益众生，去帮助人家，就是要当讲师啊。哦，如果没有当讲师，你再试一下，你也要去成全人家，哦，大方义。所以他现在在台湾，在啊，在台湾，在大陆的话，他就是薪水非常的好，去演讲哦，一场我们这个都是免费的公益的，那么他去演讲哦，不好意思，人家一天是10000块。人民币、哦，我们连台币都没有，然后人民币两天就20000，对不对？现在在4.5嘛，一场大概就9万块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我说他把特质发挥的非常好，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哦，是带有三角形，是代表有三角形的人很容易。我说你不要去乱投资，你乱投资的话很容易亏钱，没有啦。你们了解不呀？我已经太快认识我了，就没有办法啊、哦。但是呢，叫做你要发挥你的专业跟你的口才去帮助人家。这个他就把他的这些哲学里面去发挥的非常好，所以呢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知道哈、哦，钱就会赚很多，就不用担心。当然他的之前他说非常心直口快，那现在呢就是年纪大，会去修整自己去调整，修口专业口。四的话，我们刚说过代表理财，对不对？一个圈理财的话，能力好，理财库；两个投资理财能力好；三个以上，我刚说过，三个就是太超过了，也是过于不及都不对，都不好啦，都要注意。带有三角形，不管你的四有几个圈，只要带有三角形，都是完美主义的，不是很灰嘛，就是责任过头，不然就缺乏责任感。通常有四有三角形，就是不要乱投资。那没有事的人会比较容易缺乏安全感，然后呢，代表的是什么？绿色，各位，绿色大家都觉得说好还是不好？不是吗？好，所以就看看国泰人寿什么颜色？长荣航空、民进党，跟我没关系，这是一个隐喻啊。大家都不喜欢湿气，湿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。我今年四月啊，刚好跟同学20几年了，好，说要到日本去，我说好啊，20几年。没提出去过，难得的缘分，我们四个同学就一起到日本去玩。我们去那个黑布力山，跟我黑布力山附近居然，我们去住小木屋。
那小木屋真的是几公顷大，非常大。日本人很少住小木屋嘛，我们到外面去，好像坐他们的那个什么车子哈，把我们带到里面去，真的很大。那么开始在扒房间钥匙的时候，让我去领钥匙。那拿来了两副钥匙，我四个人两间嘛，一副是158，好，11958，好，那另外一副是 F44。他其实心里有数的，我如果拿去给我同学选择，他绝对会选择什么？我们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人F44，那其实我可以先拿钱嘛。但是我们是先出师，所以就是比较便宜，没关系。我好的一定让人家，我说同学你先选择哪个？对吧？我说你确定吗？四代人是非常好，但是四代有钱差，啊，不用，给你就好，不用。我说你确定吗？确定，那给你做好吧。我一向是如此，没关系，再一点也没关系。好，等一下的车子把我带到我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我住到全团最大。哇，里面可以容纳10个人的，什么小家电、冰箱什么，通通都有。我们那个 OI 嘛 ，F40F 候选才想成 family， 就家庭的啦。哦，他就住到比较小的，就住到最大的，然后后来我就跑他。那个 OI 那款嘛，什么叫四倍就是占便宜，那种 OI。好，所以各位四是非常好的哈，自己小分没有关系，后面带来利益会更大。好，那么呢，或许遇到很多大厂去分享这样的课程。那么呢，他们有时候就会跟同学私讯一下，好拉一下，说他帮我看一下算一下。好，那么这一位呢是花莲的一位女儿，点的是小孩，他说哎帮后女算一下，好他的孩子，好帮他算算之后，我说哎他两个土命性都是四的话，适合走投资理财路线，跟钱财有关的，会计师、规划师、保险师，什么事都可以，跟钱财有关就可以。他才跟后女讲说，对呀、啊，他儿子今年5月刚到南山。我说那这样非常适合他啊，因为他两个都是主力数都是四。那么呢，另外这个呢，他妈妈传给我，他说：“哎，我儿子哦，讲不听，你帮我算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他有两个四有两个圈，这边有没有？投资理财有先天的才能，他适合去资产。”我说：“哎，那不错啊，他适合去投资理财，这方面他应该是很不错，还可以啊。”然后，不是啊，我每天啊，那个20-30岁了，然后去听那个股票大师哈，去听课就叫他们要投资啊。他说要去把什么保险解约，要去投资啊。我说这样子有点，虽然他天生有这样子的能力，但是你还是要去了解，对不对？风险评估。他说讲不听，一定要把钱拿出来去投资啊。他来跟我每天，我说要去投资可以，但是他一定要理财规划的能力，而且你要风险概念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要投资股票，股票现在是10000多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师叫你投资哪一只，买哪一只股票就买哪一只。有时候他们是很坏的，他们是要你去给他抬轿，知道吗？你那两倍比较多的获利，但是他获利了结，换你被套了，你就套在当地。我说你要多少钱？我说这样子嘛，你跟你儿子说，请他告诉你你的风险评估在哪里，你什么点要进去，多少钱进去，对不对？那多少钱要获利了结？对不对？你要10%获利了结，或者是停利停损，或者是我赔了10%，然后做停损。你要有风险概念嘛？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都要带风险变变做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我说不是说听名牌就去投资，而是你要有这样，即便你天生有这样子的特质，但是你没有去做理财规划，没有去把它发挥出你的特质是没有用的哦，你还是等于零，各位知道吗？你有这样的特质，你要把它发挥出来。你没有的话，你说，说明说我天生就有钱。各位，你不去工作，钱会掉下来吗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还是要去做。说奇怪了，这两个跟你讲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四合投资理财啊，他两个他为什么会解答会不太一样？我们若有读《论语》的话，里面是不是有一段文思行书这一段？啊，这个子路问孔老夫子说：“我听到一件好的事情，不是先说，但马上去做。”孔老夫子说：“不行，先问问你的兄长，爸爸跟哥哥说好了才可以去做。”那么呢，同样那一天，另外一个子若就是有若啦，就有子啊，有子去子游啦，去问孔老夫子文思行书。孔老夫子说：“马上去做，你听到好的事情，好的道理，马上去做。”啊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子哦，他在旁边听到，很纳闷。他说：“孔老夫子，子路来问文思行书，立功爱那边问那个父兄，对不对？有父兄在。那个子游来问，你跟他说叫他马上去做。啊，
为什么表面一句话，两个人也不同的答案？好，他说我很迷惑。哇，我只说，因为直鹤个性是很冲，他穷的嘛，好比较冲，他都说不行，你就是要听父父哥哥的爸爸跟哥哥的意见，他怀疑嘛，这边凶穷嘛。那有只上是个性比较懦弱一点，都不干，怎样哼，答应着叫他马上去做。那这个一样哦，虽然都是事，但是呢，虽然他有这方面能力，他可能跟那个谁，那个植物一样太冲了，不行。那恭喜我们一下，其实这个都可以跟我的经典结合在一起，适合的绿色。好，五的话呢，五跟一有点接近，一代表个性。五的话，你的字两个比起来，五有五三角形的人是比较机车一点，慢慢慢听好不好？两个一样都主观意识强，但是五会比较拗，比较机车一点。然后呢，来一个圈的话，爱好者两个圈的话呢，自我意识强，好，帮助范围点。三个圈以上，五有圈的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比较待得住，比较好动一点。那么带有三角形的话，主观意识强，果子比较重。一虽然主观意识强，但是五的人有时候会比执着一点。然后接下来我看看，五也代表业务，代表行销，爱自由，也可以当一个吸引导师。适合的是蓝色，好，蓝色天空啊，爱自由的蓝色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案例。好，这位也是宝光重振的一个我的脸脸书的朋友，好，都是点击过几家的还不知道，反正我就帮他算了，然后算了之后他给我买书，好，算完之后说哇，这个命盘看起来不好，很好哎，连线这么多，只有五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算你就就是你家半桶二代，其他人命都很好哎。他跟我嘴说，那你要是坏了，我很累嘞，我怎么会好？我的命不好？我说不会啊，我说你的命很好啊。他说。你命真的不好，我人很累。我说很累了，我说不会吧？我说呢，做人就是累，不然不会叫人累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你好久没有人说过我的心思了哈，很累哈。”我说呢，我算过像你这样的命状哈，有几个？那么我说呢，就是我刚跟各位谈的那个林渊，对不对？那个议员也来让我，议员跟他太太，然后来让我做一个实验，让他帮我算他的孩子，然后也算他儿子，他儿子也是跟他一样。就是只有我没有，其他数字都有，连线非常多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看这喝苗嘞，只有我没有，其他特质通都有哎。”既然喝苗啊，因为几岁的时候啊，三四岁还几岁的时候，爸告诉啊休息啊嘛，好好派皮变智障。啊，你讲喝苗，乌嘛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阿妹太子，阿婆欢乐对不？食个一心阿妹乐对不？我看毛乐真的很好，很好命啊！那我想跟他讲这个例子说，啊，那个闭嘴是没办法的啦。我说这个命状后来会有算几个嘛，类似的嘛，命状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这种命状，后学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他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后来或者在脸书看到他说去医院检查，原来他是得了甲状腺癌，而且他命很不好是怎么样？不是说不好了哈，他是说他大概在小时候，他爸爸就很早就过世，然后妈妈抚养他们长大，就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妈妈又过世，他下面两个一个弟弟跟一个妹妹，然后他们住在一起。他二十四岁的时候，他们家发生火灾，弟弟妹妹都发生火灾死掉了，只留他一个。那后续就跟他讲说，我说其实为什么你的家人他们都会一而去，其实他们是将他们的福分留给你嘛。对不对？希望你带着他们的爱去圆满这个人世间，这是每个人所面对的功课都不一样。你要圆满你此生的功课，你就是要为什么不留你？你要去当众生的贵人，因为他是七嘛，主耶稣是七。然后呢，后续看到就是他去检查，他就跟后续私讯哈，然后重大疾病患者是哪方面？他甲状腺癌，他说没事，能撑几就撑几。我觉得很久了吗？上天慈悲啊，让他一直做服务上天的事情，就后续一条命。好，那后续跟他讲说，你就是跟他共处嘛，癌细胞，是每个人身上或许都会发生嘛，你跟他共处，和平共处就好，不要埋怨。那么呢，后续跟他讲分享这句话，我说呢，你再苦都要笑给爱你的人看。他说啊，这句话他收下了。然后后续跟他说，你一起加油。或许这个都是在你身上给人特别的能量，很多人都会咨询哈，给他满满的。满满的正能量，然后跟他一起加油。他说的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亲眼一般温馨。说是啊，他
他说：“谢谢你们的这个关怀啊，他56年至今年51岁了，就像我哥哥一样。我啊，学这个就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毕竟以后学年纪大了，就是像爸爸或者妈妈，然后哥哥姐姐，比我小的就像弟弟妹妹，我去照顾他们，去当他们的心灵导师。好，不同的时间，那么呢，隔天后学跟他分享那句话，隔天看到他，就是后学8:29跟他分享那句话，对不对？”他9:20他就抛了这句话，后面送他这句话，再苦都要笑给爱你的人看。当然，他的朋友跟他说什么？很难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很难。那候选人跟他回复，候选说：为了看见你的笑容，我们一定认真爱你。哦，那是给人家一个正向的啦，哦，让他很心情很愉悦，哦，去度过人生的不同的难关、不同的困境。好，在上个月，他又去有所检查，他说高手。他说他心里非常恐慌，因为他有可能在发病，会担心，人面临死亡的时候，真的会很担心，会很害怕。他说他很恐慌，因为无奈8月19号，无奈他9月份要去检查，10月份要去抽血，10月份要看报告，就知道生死如何了。他说很谢谢我的关心哈。那么后续不会用那种安慰的话，那不要紧啊，你别欢乐啦，你别担心啊。各位，如果你是病人，听到这个话，我们会怎样？或者那边写的高看到好，有时候病人他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哦，各位要知道，他其实害怕，或许不会这样跟他安慰，或许他说是我的话，内心也是忐忑不安。那后续又传这个善波型的这一篇给他看，我们都可以看一下善波型哦，非常非常洒脱啊。那后续他说几天前看了善波型这篇告白，就转化了信念哈。明天当我面临疾病的时候，我们要坦然欢喜面对，或许不容易，但是我会学习。其实我真的是这样，每一天当做人生最。想说的话，想做事情就去做啊！后续不想带着遗憾跟后悔离开这世界，后续人生会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呢，我好爱你哦，感恩哦，谢谢你让我有不同的这个题目。这个爱是你知道发自内心的那种，发自人家的哦，不是在你之间的爱。他说他很感动哭了。他后续就是帮助他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将手放在你的病处哦，感恩他，让他知道原来我们都没有好好善待他，让他受苦啊，并且我们送一个这件回向。善的因缘感恩他，不用改变他。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任何状况，我们去感恩他。可是那么喝花过期，那个心态开始出现状况，那出现状况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。任何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逆境，帮助我们来成长、共逼。你若人人都比较顺境，你根本不会知道人生的好在什么地方，不会去有很大的改变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体验的话，其实帮助你向上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我想要讲。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互动，好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，而是该怎样转个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会之所以会没办法转弯，是因为执着。他学的那个是爱，学着转念，方向或许不一，我慢慢转嘛，对不对？慢慢转，转久就转顺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按太快来六的话，代表感谢，代表自光，它是变色，变色是蓝色加。电色跟银色的架上，但是有六的人，他是适合当志工跟义工，非常喜欢的去付出。我们的叶修跟同学一样，六没有哈，六没有的人通常对家人感情比较冷淡一点，不习惯关心，我们会比较冷淡一点点，比较不会常常想要打电话回去，但是内心是很关心，但是会比较冷淡一点点。好，那么呢，两个缺点相当好人，但有三角形的话，不是对家人很奉献，就是自私。很极端，带有三角形比较负面，然后适合治疗业医生志工，如果记得有六有圈的人，黑岗狗来读的熊开会，他绝对是很喜欢当志工当义工去帮助人家，或者是名字有疯子的人也都非常的喜欢。来，我看看，我来看看，来，这是候选同学哈，1977年8号，候选帮他算的时候，我说，哎呀，你想到后面嘞，1475子弟路线不缺钱。789权贵线，权力贵人线都很好，自己当老板很努力啊。七有两个圈，非常专业，因为他是开三家服饰店。我努力做后面哎，但是呢，369数字当中主命数是9，或者是比如这边是29、39、19，只要有9的都是跟宗教有关，一定要走宗教路线。尤其主命是9的人，一定要修行，人生才会顺啊。他是369。那我是说呢，那你的身份字号有六有四个，我说呢，你的这个
出生年月日没有三角形的话，不是对家人非常付出，就是刚说的自私自利。我可以判定他对家人很好，因为他的身份证字号六有四个。我说你注意到了，他对别人只占小注意，小时候非常的好。我说但是你要小心，因为你的六带有三角形的话，你对朋友太好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很容易金星黄金金。我会知道吗？会对朋友欺骗，对朋友所害。没有啊，你们想要没有？因为他开五四店，请那个八年级的妹妹来看店哈。啊，妹妹这样男朋友的话，缺钱哦，每天收现金就摸一千块，摸，三个月下来摸了，三四个月下来摸了十几万。哦，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拿十几万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办？报警吗？妹妹又没钱，他又还在读书，那怎么办？他说算了。就自认倒了，我离开家后，我铁锅来接我。好，对朋友太好。那么我嘴巴算完之后，他跟我说呢，他是第一个大女儿出生，所以他妈妈一出生就把他拿去算八字。算命的跟他讲说，你这女人很好命，但是要注意交朋友，很容易被朋友所骗，是不是跟我讲一模一样？但是注意还注意原谅，对不对？没有修行，就是智慧有时候没办法展现，就很容易会碰到人生的一些问题。所以有六个人就是适合当自工、义工，有三角形要注意哦，金牛运、金星往这接。来，我们的按这么快，好来。然后呢，刚刚有一位就是在桃园的一个讲师哦，他跟我学问的哈，他说呢，他的妹妹跟妹夫开珠宝店生意下滑哈，请问你帮他看那个他的电话、行动电话，书上也有哈。那上学跟他讲说，手机号码只是一个辅助工具，号码是不是可以随时换？改的，很多人请候选校说啊，流年流月，候选跟他讲说候选不排流年跟流月，因为候选不是在算命，而是告诉你的特质，你要去转变。真正改变命运不是从流年流月去改，那是改得了一时，改不了一世。真正的要转变你的命运，是要从修道修行去做转变。哦，这不是圣人，我们不讲术有动静，而是借由这个方法、这个工具去帮助人家了解。帮助他来开智慧，帮人生更顺更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之后，因为后面例子很长，我觉得马上掉，因为时间不够。好，那我跟他说，后学看了之后就问他一句话：你的妹妹有没有求到？他说呢，妹妹有求到，但是没有走道场，那妹婿都没有。那后学就帮他两个算了之后，算完之后呢，他就说啊，经营说明，那我就发现生命力数跟人同一切关系，可以转化命运。不好意思，中间我都先删掉，因为没有时间哈。这是一个例子哦，你借由线上后续就可以帮人家去啊做这个解决的动作。好，那么，太快，好来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接下来七很重要，七代表的是贵人，紫色的贵人哈、哦。七个圈，贵人运很好，自多星两个非常理性，贵人运很旺很好。如果七两个圈的话，通常。我说的好几个同学啊，我朋友说：“哎，你的妻，你的先生妻有两个，那很有长官。”他说：“哎，谁高品嘴？对不对啊？我先生果然升了主管。哦，还好几个，为什么好几个都这样子哈、哦？三个以上理性过头，会太理性了哈。带、哦、有三角形的话，不是钻牛角尖，就是专业过头，然后也容易碰到小人。带有如果一个圈跟一个三角形的话，就是比较自意性的比较强，会自意自己，会自。”能力带有三角形，容易碰到小人。是啊，分析师研究员哈、哦，来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这个是我们蔡讲师的，好、哦，但是那个出生年月日后续改过了哈、哦，不小心泄露，没有啦，上面有改过，所以不想看年纪哈、哦。来看看蔡讲师的二五七，你看哦，出生年月日是不是七？对不对？主力数是七，身份证也是七，而且他身份证七有几个？三个。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理性，非常的被分析，适合军师跟智多星。或许想到哈，为什么七是紫色？请问最近非常火那位禅师叫什么？妙禅师紫色的，感谢师父，赞叹师父。再讲是下次请穿紫色的哈，因为你的气非常的多，所以为什么妙禅要穿紫色的？就是这样子，各位知道哈。那不只是说他只是说他是增强我们的能量。气有多的人的话，他们要自多心，很聪明哈，而且很理性。好，接下来帮代表创业。如果帮有，我刚说过对不对？啊，他是三角形，我们看一下，有缺的人适合当老板，啊，当
人才啊，是的，对的。然后两个圈，企图心想渴望赚大钱，但是不管有几个圈，只要大有三角形，自大、霸道、自尊心强、掌控欲强、独排众议，绝对会让没有面子。自尊心强是因为内心潜在自卑感作祟。我们还要去学习自己的当性的管理。那当然我要突破负面的这些障碍啊。那如果没有发展，就比较缺乏动力，适合当老板、主管、做经理啊、理财师等等，适合的是粉红色。我当老板，我要穿的怎么是粉红色？容能可干，对不对？你太当主管太强硬的话，你底下的人会不会受不了？会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要柔一点，越高位置越要柔和。所以粉红色就是帮助我们柔和。那我一个朋友开公司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我是老板，太太是老板，先生是总经理，对不对？那先生跑业务，太太在里面。那请问我员工要用什么颜色？太太是妈妈，我当老板的一个。那先生是业务形象，我说很简单嘛，两个人一起创业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，女生就穿粉红色，男生就穿什么颜色？”蓝色嘛，哦，相辅相成，哎，果然业绩真的就不错。来，然后看看这一位呢，也是我们的一个道亲。那么呢，很早跟后雪蛮熟哈，然后他在保险业做投资理财，后雪帮他算，我说，哎，你适合当老板、主管，我两个都是。但是我说一、二、四个圈，你个性可能稍微改一下，而且你的五大有三角形哈，不要那么机车啊，哈，我就讲话，而且你带有三角形哈，讲话可能。伤人，他说不行，真的嘞，我常常去刁我同事啊，好、哦，他常常这样，我说不行，你要改变，他说你不得顺嘞，我就问他说，请问你多，不好意思，安排，我说请问你多久没有到大厂？直觉候选直觉是非常准的，所以多久没有到大厂？很长一段时间。我说你看看，人家如果一条1590，一条休息线就一定要走休息。你还有3690哦，你是两条路线的，两条都是要走休闲路线，你不去做，你当然人生不会顺，这是一定的。哦，后学看过太多，屡试不爽。你要是命中带要这样修的，你不做，拍谁？那是扣这个扣那个扣呗。等一下会不会开例子？阿强说说真的，他说：“哎，千姑，我是不是没有贵人？”我说：“你没有贵人，而且你也不专业。你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，你要把一些规矩考过。”其实真的就是，我都不用考过，更没去考。好，我说你要跟讲师共分，你就是要把这个专业该考证照要去考到，个性感创业才会顺。好，接下来九的话，有九的人代表爱心，像后面是九，等一下会让各位看到。有缺的人，服务热忱式的宗教，身心领域的身心领的领域。两个缺，对家人对朋友付出不求回报，天生就是要奉献的哈。所以六跟九是很接近。六是喜欢当志工，九是标准宗教家。那么1999年出生，九很多的人不是很爱睡觉，就是很爱玩，不是待在家里就是往外跑。那带有三角形的话，不是对宗教很虔诚，就是觉得很晚，不然就是怎么样，不太相信的、啊、哦。这个九有三角形的人，不是 TP 的凶型，很极端。适合什么呢？真心老师宗教家适合的是金色，或许就是适合的是金色。后学的哈，为什么就是金色？各位，人要衣装，佛要，所以你要我买大裤子给金，开玩笑的啦。金色，后学说你就非常喜欢金色啊，是真的。后来这个学了生命秘术之后，才发现说，哎，原来我们会喜欢这个颜色，本来就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，会显现出来。这个后学衣装哈，后学的二呢，一个。圈内的三角形算是桃花正常哦，但是呢，后来发现说，哎，原来我的身份证号二有四个好桃花、烂桃花都很多，大有三角形就是有烂桃花。后学连出4000多的朋友，更加什么烂桃花很多，我都还没提示。后来现在都处之淡然，就直接删掉就好，不用看。好、哦，要有智慧去把它那个做分辨好。所以后学四是宗教家，你看到九是宗教家，身份证号是不是6？终身都要当职工、当义工，烂桃花要把它去除掉。后学人哦，是第三代，从小就开元素到现在。后学不相信，因为后学很贴实。好，妈妈不相信这些算命圣苗，从来不给人家算命的。后学认为命是掌握在谁的手里？自己呀、啊。
什么有用？不相信，后学是这样子的人，不相信。那么后学的八字是三两四，各位 Google 手机看一下，三两四是什么？此命不弃如何？生到日中阴，我上小一家方能量，中朝拜头面离土，这命呀，离宫命灰熊。所有命状看过，八字看过，只有那个是后学不相信的、啊。但是呢，不相信不由得自己啊。哦，那年轻的是娘贵罗，他在讲哦，未使气气气啊。后学为什么会来平静啊？就是因为身体出状况，后学很爱玩，都出国去玩。哦，出去了八十几个国家，玩了三年，身体就出状况。哦，啊，出状况之后呢，就想说怎么办？啊，我差点懂了，对不对？那个身体要好啊，爱钱爱你，找不到病因，后学就是读经读不到十分钟就没气了，我溃烂了，哦，就讲不出话了。胸口都会闷痛，找不出病因，那怎么办？后学想说呢，那就是打麻乌龟，来了来还阴嘛，哦，疑心化魔哦，就还阴嘛。那后学就想说，好嘛，什么地方可以渡人呢？来读经班啊，哦，这读经班应该可以去渡人。后学就发愿到读经班去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踏入读经班。那么跟各位报告，后学比较晚才进入读经班，大概慢了两年才进去。那后学不喜欢小朋友，哦，我也不喜欢生小孩。我都不喜欢，看到小孩子就，反正我就像很吵啊，哦，阿仔请那个也会来读经班哦，能够给你们背经哦，那看小朋友明明他长得就很丑，或许是外貌协会知道哦，对，他长得很丑，那个人给你的，啊，你好可爱哟、哦，啊，明明都差不多，不会，你看他只好动而已。后学坦白讲，台湾人是做 gay， 哦，但是 gay 不稳定，哎，根本真的那慈悲心都散发出来。哎，后学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心哦，跟孩子互动到的话，你看的每一个小孩真的都是很可爱的，而且我们给他正能量，他真的就是会转变。哦，别在想你那边囡仔，每动一个鸡蛋被拿来，哎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后学才整个在读经班这么投入啊。当然也是有看医生吃药哈、啊，爱情啊，爱你啊，啊那个药也是很贵的哈、啊，一个疗程哈、啊，多少钱啊？48,300的，你现在到底啊？我那时候三十几岁了。而且花花来挑明花，打扫才不会呢哈。人生好像都没有留下什么，对不对？人生价值都没有展现。好啦，就是因为这样子进来读经班之后，哇，人生真的就不一样。刚进班都用看看过了哈，金刚护体哦，没有啦，当众生的贵人，上天就保护持身体哈。所以呢，要什么就做，讲讲要去做。我用最后写在本书就是发愿当众生的贵人，去帮助很多人。你有这个善愿，上天就帮你拨转。就让你有机会去为众生服务啊，越服务我们的那个各方面人生就会越顺。好，那么领的话，领没有主命数哈，领代表一个机缘，代表福报。领有一个圈的话，90%你赚的钱自己都可以受用。那如果两个圈的话，你大概50%自己花，50%给别人花。领没有圈的人，大概只有35%自己用得到。领有三角形的，剩25%。哦，甚至谈的情况啊，几万块，冷气我敢给开，就是之前我都把它开，好、哦，这样了解。那忙碌，或者说领很多的人也比较好动，也比较忙碌，或者常讲说忙碌没有关系，忙碌你要忙碌在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生意的行业我们要拿捏清楚。年轻的时候可能你比较注重事业，你有可能七反三胜，那太太可能七胜三反。夫妻之间，那你年纪越大，或许碰到很多已经进退休，对不对？哦，数掉，或许说你以前是8/2，在事业上8，在你的这个道业上道，你的道场上是2，但是你现在已经要退休，交给第二代了，你要把它转过来，对不对？2在你的事业上面，8在道场上面，你先磨好度。哦，人生生命不是说很长，你要把它发挥在对的地方，好，连线的意涵。啊，一二三，我们刚讲过，如果都是圈的话，就是正向的。只要连线当中的数字带有三角形，就是负向。如果一二三都是圈的话，就是艺术美感线；带有三角形叫任线。147已经不是一路线，刚刚一说是不是带有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就是劳碌线。258感情桃花线、婚姻线、饶舌线。456是规划线、完美主义线或家庭线。哦，它会有不同面向。789叫权力贵人线，357正向都是缺掉人缘线，带有三角形叫小人线。159事业恒星线，所以叶兄事业要顺，要把骨补起来，好，然后去做修行，修到
空象限，二是正向叫充沛限，大圆三角形伟大限，四八如果都是宣教努力限，来大圆三角形对不对？背后就叫三角形，比较容易焦虑。二六都是圈和平线，带有三角形很容易跟人家去争执。六八都是圈叫诚实线，带有三角形叫抱怨线。如果通通都没有圈的话，叫做隐瞒感受线，会把他的感受隐瞒起来，不让人家知道。但是你们到最后还是会爆发出来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欧雪刚刚一直强调一点，如果你的命状当中1590或3690的话，往上来。有1590跟3690不修行的人，你天生带来的这些连线的不做，考事业、考健康、财运、家庭、婚姻轮番上阵的考，一次考一样，轮流啦。哎，练习记忆，不要听。或许有人说，你不相信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相信人就会不一样，你不相信，你人生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特别顺嘛。好，各位看看，这位呢是我书上有写的哈，是我的亲戚。没想别只看133就哇，会不会拿起主地嘞？那么那个群起来都有吃素，但他就是不相信，不修。那么他在之前年轻的时候在高雄娶妻生子，然后跟人家合伙做生意，做中药材的生意。一个呢，各位很夸张的是，他太太在里面当会计，做了几年，他跟人家合伙，对不对？也前后那个股东五鬼搬运，全部把他搬走，他太太还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整个都跳票。他为了不跳票就回家去花钱，对不对？家里面的现金1000多万都被，然后乡下哈，爸爸妈妈的那个现金都被花光了，还卖那个地，要去让他周转。后来他讲他说：“不对呀，你欠他了1000多万，你到底钱坑有多少，你都不知道啊。”他说：“你不给我钱，我会跳票。”这样你不行啊，你一定要先那个停损啊。就说不行，他就让他跳票。跳票之后呢，事业就跑下来了，然后一直住外面嘛，那你怎样好？这个八没有的人，就是没有老板跟主管的命，没有老板命，他一直想要当老板，怀才不遇，一直是凶。那么后来他的亲戚就跟他讲说，你在外面很辛苦，要房租要孩子什么，你搬回了乡下住嘛，省得房租还你当初可以讲上的嘛哈。他辛苦了那样，回来之后呢，一直想要做生意都没有办法，就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都很落寞，很沉寂，事业都很不好。然后刚好前几年是不是有机的很流行蔬菜，对不对？他们家田地很多，是因为我在正在种有机蔬菜。哇，他想说通通都有了，人生开始顺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后雪刚刚说过，你有1590、3690，你不修的人就是很容易。你先几行几行吧，先好事业跟财运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他当他以为人生在顺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差不多才50岁，他的胸口突然肺部出现会痛。结果紧急时候又发烧，送到医院奇美医院去看，医生说不好意思，你的肺部化脓，要紧急开刀。但是这个大刀开下去会怎么样？不知道。阿兰看着这个惊，因为我们小人惊我袂强，对不对？家人就当鼓励嘛。阿兰那边，反正你在家里都吃素嘛，只是去外面有时候就没有吃素，没关系，8个月他就好了，他就立了几口愿。当然，四年关头学生又很大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就立了，有没有顺利？顺利之后，他真的就在里面种的蔬菜，只要佛堂庙里面有需要有搬那什么，他就是都布施，人生就开始顺了。到现在，这阿公啊，就人生就开始顺了。那哪能等到大家这些信徒来修行，能远离吗？最后我就讲很多的例子给人家听。那么呢，这位郭主任就是后选刚刚。早上那一堂课不是一个王老师，对不对？教英文读经的就是这一班。这位郭主任哈，42年制，对不起，他太快了。去年的时候，他去参加全家带着媳妇跟4个孙子去参加读经会考，《论语》1到5过关，不容易，《论语》1到5只限的是2500个字过关，他准备了2年哈。那么郭主任1590、3690都有，他为什么后续就不看？他办读经办发力。礼拜一开了一班，之后晚修真；礼拜三又开了一班。另外另外把老师让我领导讲讲听啊。他说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再开第三班，在礼拜五的时间。各位，人身体都那么好，你都没时间了。那么后续就问他，因为后续在很近的时候就去找他，我说郭主任，你行路很快哦，更不累死人家身体都不好，你都很好，是不是因为你
办了国际班之后，就开始很好，因为我陪能力还在，而且还有人干活，他们的英语好，很好。那就光说很可爱嘛，那台语、国语是非常不标准。礼拜三那天开班的时候，我有从海淀国小一些家长过来哈。那么呢，因为刚进来，那里面是很闷呐，还有电风扇吹。那时候大概是三月或四月，应该春天的时间，有点闷。那家长现在就是一说里面很闷就对了，然后他看在眼里。那等一下呢，第一堂带读完之后，班主任点了手机，他来点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：“各位家长，不用担心啦，我吼拢七点就来了啦，晚上七点就好，我拢会等啦，那个改天吼。”热天一到吼，我得来开冷气啊。热天那边哦，裸体，我们会讲夏天嘛，对不对？热天一到，然后就在旁边笑眯眯的哦，非常可爱。刚刚我的表哥他是有三六九，他不去做了，就开始考试，对不对？考验很多。这位郭主任因为觉得三六九，他就是因为他的孙子要读经，接儿子要去造访社区的人，对不对？人生非常顺，他们一家。十三口都晚上一起吃饭，所以很不简单嘞，子孝孙贤嘞，而且你看又带他的媳妇孙子这样一起来参加读经会考，哇，可爱！哇，这华语也够，我觉得每年都一到十，贺龙，很有信心考过六十几岁啊，四十二年之前六十几了，对不对？不容易，所以我想让你们人家做得到，我们也可以做得到。心力是不见成果，奇迹是什么？报的呈现好，这个我们安太快来。那我们讲到这个，我们的生命艺术也可以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。那跟婚前天作之合，婚后哎天天不合；婚前合力演戏，婚后哎被你气死；婚前你是最爱，婚后哎都被离开；婚前爱你入骨，婚后忘了入土。好的啦，我讲完了。好，随便都见点爱场嘛，好，当见点爱场子戏啊，好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什么？叫错了，用自主感谢上天的点，用付出弥补一切缺欠。夫妻有来的时候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，夫妻同心，各位其力可以创进。怎么说呢？曾秀荣在宗教上付出哈，他很努力的种子克服，把现在都改变到命运。但是二十年过去了，一安一座耗资懒做，他一样跳脱不出命运的锁链，他要从哪呢？我说认真见到小付出，为什么我的先生一样是这样子？我没有办法跳出我的命运，很多人会这样子做，对不对？关心他们的关心，因为两个他们都没喝，他就一直抱怨，一直抱怨。那我说我们算算看，我看看你的命状是怎么样。好，来各位，我看看你的肝，应该比主怕得多。我的狗命啊，然后生了三，不小心生了三个小孩，太太一个人要赚钱，付房租、付水电、付瓦斯，还有三个小孩的那个学费。起鸡蛋，关起薪，过一过来，薪水怎么够？不够，我怎么办？我怎样啊？借嘛，对不对？我选方向的时候，我说，其实李先生的主修是七，你也主修是七，照理讲，贵人运会很好，尤其李先生主修是七耶，你也是，李先生一贵，你两个贵，你贵人运是非常好的，而且你七八九你有学贵线，其实你们两个夫妻来讲，其实命是很好的呢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各位。他的贵人会用在什么地方？借钱，有你们有收财嘛，对不？比如说，贵人，我说没有，你把你的贵人用掉了，你把借钱借光了，你不能怪人家没有借你嘛，你老不急，这叫不急，对不对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，你都没有还，那你借都没得借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不要抱怨你先生，哦，我说你抱怨的话，你人生会越是越抱怨越怨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不要开始转念头。开始去转变自己，不要抱怨，这样子你才，因为你都一直不断的，这二十几年来不断的给自己负向的能量，抱怨嘛，然后然后每天你们家就是充斥着这个负面的能量、负面的磁场。跟他讲说，各位先开金口，果不其然，几个月后，他先生最近这几个月突然开窍了，都跟他去工作了。去工作是不是夫妻就每个月收入就会很多？人生就开始变数的，哇！你这阿婆都觉得开心，会不会没办法哈？真的有差哦。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夫妻同心，其力什么？真的不要去法院哈。所以说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转什么？心转，心若人转，必能峰回路转。凡事放肆感恩的心，夫妻就像左右手，爱到深处不愿忧。
办法，没有一百分的那一半，只有五十分的两个人，五十加五十才能进入满分。那么我们夫妻就像左右手，还让是出不愿，千万不要左手牵右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好，千万不要这样子啦、啊。我们是一个一半，感情要慢慢的怎么都变很好。碰到人生不顺的时候，夫妻感情不顺的时候，其实不要想着我们不是得到一份圆满的姻缘，而是学到我们靠近去，对不对？阿摩的人是八分过，我也是八分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是学到胜利，而是学到如何避免失败。我们不是得到最终想要的结果，而是学到事事总能够尽如人意嘛，是不是？转个念头，人生就无限的宽广。来，不要抱怨。抱怨是人生的毒药，怎么说呢？吴建良泡茶出去，一看见脚受那个受伤流血，他就开始产生一个念头，告衰，他看见老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等一下呢？骑摩托车的时候呢，又发现什么？家里都不好，对不对？得衰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先去给人家修理好了，害我上班迟到，我的全勤怎么样？没了，又被老板骂了，对不对？得上衰。是不是各位？如果当你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要在第一时间就把它去除掉、消除、消掉这个负面的磁场。我就跟他说呢，哎，撞到，哎，没关系，流血，这个叫见缝大吉啊，马上转变，这个叫吸引力法则哦，对不对？把负磁场消掉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啊，不要紧啊，中兵官，你要想想，我看到嘛，他不好害我，帮我们脱过一劫，对不对？还是把它转向正向的，因为呢，你越探究怎么样，越气，越抱怨，越工作怎么样，越求，所以不能抱怨，不能叹气，不能哭求，转换能量磁场很重要。来，但是呢，回到家之后，不要把负面情绪带回家。来，有一个先生呢，在外面受了老板的气，受了客户的气，回来了又钥匙打开之后，太太多门栓栓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太太就把那个门栓打开，开起来之后看到先生心情不太好，领带拉一拉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了？公公怎么了？”先生的心情坏了，有我，是不是给太太负面情绪？然后太太不要问，不问就不问嘛，哦，吃了大药。那先生回来就坐在沙发上，对不对？准备要看电视，那太太就晚上去煮饭。好，然后先生口渴了，哎，莫文，把我那个端一杯水来。太太说：“不要叫我，因为你刚刚对我不好，对我说对你好，不要叫我。啊，不要叫就算了。你看是不是负面情绪一直接着来？好，准备打开电视要看，打遥控器的时候，发现桌上有一张小的一个成绩单，儿子成绩单，对不对？看到起来，满江红。这个时阵，小弟弟要考你安怎？要计算了，对不对？”爸爸，不要骂我，被给摔掉了哦！不要骂我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很炸药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准备要伸手去房间的时候，刚好他们家的小狗在旁边，在旁边之后，你要动，我们在动，啊，小的被给摔了，哥你要动哦，咔，出海床被干翻，狗狗就说不要踢我，有没有？负面情绪整家都一起来哦，哦，所以会影响到我们整家的命运哦，家有什么？万事兴，对，负面情绪来了，脾气来了，人心就没了。所以，我们要把这些负面的磁场能量带到我们家里面。这个财神也要送钱来，看到你们家磁场这么不好，他也不想要进来啊。这有听过吗？如果先生太太惹我生气的时候，可以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教授传给我的。因为你跟那个总监对吗？你不是很好的你了。你把它记下心来，
去录音，录一录。现在有学到了吗？哇，学到了哈、哦！很好，帮各位做什么字打哈？真的，这个就是叫我们转念啊！各位记得，每次很多人跟我抱怨他工作很烦的时候，我就跟学员说：“阿健啊，刚昨天你休息的时候，你就爱想不钱不钱嘛，明白明白，对不对？你大概你休息的时候，你就爱讲轻声轻声，闲话闲话，你来塞嘛。”啊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我给你，我要算了，我算了，活该活该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这样子就是帮助我们去转变，把负向转成正向的。好，来，那小朋友呢？我们蛮年轻的，为什么小朋友很重要？先过动的孩子非常多，过动跟好动不一样哈、哦。那么过动的孩子的话，过动跟孩子，过动跟好动有相同特色，就是注意不集中，活动量过多，这是好动跟过动都会有一个特质。就是活动力旺盛，那么呢，过动的人他多一个，过动的孩子多一个行为会暴冲，好动的孩子他只是体力旺盛而已，以免去讲不会对人造成伤害。但是如果是过动的人，他有时候可能还糟蹋了，会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行为、暴冲的行为产生。那有哪一些孩子他比较有过动的倾向？二有两个圈圈三角形，三有三个圈圈。我们读经班有很多的过动，但是在我这边得到很好的一个潜发开发出，而且改善了、我们尽量是不要失掉，但是有时候刚开始肯定是需要。好动的孩子，过动的孩子，他就精力非常旺盛。怎么处理？很简单，读经之前、写功课之前，他要去操场跑几圈，消耗掉过度的体力啊，他们体力太旺盛了，消耗掉之后，他再回来就能够静下心来。而且我们。最早的一个过动的小朋友，兄弟都是哦。哥哥现在已经读高中，他说哥哥现在非常优秀，都不自优了。各位过动儿的孩子哈、哦，他们的资质是非常好，都是自优生。哥哥在住宿舍，妈妈说他这个自主管理能力非常好，以前是不教他的哦，到实际去读经没有人要收。为什么？人会怎么说？不要，你的孩子在这边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会比较怕他，为了你要先，所以不好意思不拒绝。那我们是来者不拒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当成，比如说实验，我们透过读经的方式就可以帮助他改善他的症状，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案例，对不对？父母他妈妈到现在还非常感谢我们，因为读经开智慧，让他孩子现在都变得不一样，非常的好，我的书上都有写。然后呢，孩子的算法会跟大人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好，各位我们看看，我们现在在场的各位好。成年人都是21岁以上，对不对？21岁以上就是像我刚刚后学刚刚算的这个哈，出生年月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小朋友是11岁到20岁之间的话，